树上飞来的两只小鸟，看，信不信我把它们叫过来？我们先站到离它大概10米远的距离，这样来叫它。贝贝，好，这一只飞下来了，还有一只还在树上。贝贝，贝贝，这一只也来了。我只要叫贝贝，它们就会飞到我的手上，给它吃一点东西。跟大家开个玩笑啊，其实这两只小鸟，我每天都会喂它们，所以我叫它们，它们就会过来。好，又飞走了，吃饱了，它们就去树上玩了。是不是还想吃啊？刚刚都没吃饱，只吃了一点点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你还等着食物自己到你嘴巴去吗？看来我得抠一坨塞到它嘴巴里面去。我们来抠一坨。来，张大你的嘴巴。是不是太大坨了？上面这一只也是。来，下来，下来。飞到我手上来了，又想要吃的，感觉他们就像喂不饱一样，扯我肉吃啊。那一只在菜地里面，看这一只很听话，飞到我的手上，我摸它它也不飞走。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在哪儿，又过来了，刚刚还在树上，两只都飞过来了，看他俩在干嘛呢？这是在讲鸟语。他挺厉害的，你看，这么大一片茄子叶被他吃了好多。这种鸟就是喜欢吃菜叶，吃饱了。嘴巴上都沾满了那个青菜叶的这个汁，搞得脏兮兮的。飞吧，